好，今天我们示范的是 Explain Everywhere 这个软体。那这个软体我觉得功能很强大。这个是笔，这个是箭头，这个是字，这个是插入图片啊之类的，还可以加入一个新浏览器。OK， 好，那你不要之后呢？你也可以整个浏览器拉小，可以移动，整个浏览器缩放、旋转，放在旁边。然后可以把某个东西给擦掉。